国旅客穷游香港，第一站梗系搵间麦当劳先啦。我哋要喺呢度住，喺呢度食，喺呢度屙噶嘛。我哋米饭班主食饱饱，梗系搵厕所屙屎屙尿噶啦。女厕就得一个，所以咪包埋男厕咯。但被 M 记经理闹喎。你赶着去公厕吗？你进男厕所不行的。现在有男人上吗？没男人也不可以进啊。规矩来的啊，不可以的，出来出来出来。我们先出来。你们一进的男人怎么进去用啊？不行了，快点出来啦！怎么男人用了你们就不能用了？这男厕。真的。坏了，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刚问过你们了呀，可以，你刚才说上门了吗？等下好耐了，等会儿，看到我上门了，头先我叫你啊，你叫我啊，头先我叫你上门了吗？你这，我叫你嘛，准备，那你要拜老师啊？我今天叫你开门先，我叫我。原来女厕被咪姐锁咗啊！佢嘅目的就系赶走我哋米饭班主，唔俾佢哋住麦当劳啊！好鬼衰嘅啫。中国旅客今次好文明啊，懂得搵厕所屙屎屙尿啊，冇直接喺餐厅入面屙咯。